两个月之后，我与你试剑，三年后你便成为剑仙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。大师兄，你失手，别说话。控制不住这股剑气了。 三剑，请君试之。雪月剑仙所传，月息花尘。 千洛师姐要嫁人了，她最近抓紧练武呢，所以千洛最近忙着找夫婿。江南段家少主前来求婚，于是想了一个。 缓兵之计，莫不是比武招亲？那是因为千洛师姐又加了一条规矩，说那人必须还得打得过他才行。洛明轩中毒了，师兄。可还有人愿意上来挑战？是不是该出手相助一下？我不能出手，我看你就是怕参加比武大会，被天女蕊知道了。雷无姐，你可以去。那我不想。为什么？要是。 若依姑娘知道了，哎，你去死吧！干得漂亮！虽然你赢了他们，但你还要胜过本小姐的枪。我认输了。师姐肯定会让着你的嘛。哎，刘姐，你别瞎说。 谁会让着他呀？全程打假赛，拦住他们！北离国白王殿下虎驾至此，而且溃败相迎。